一直以来都是我姐姐的心愿。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，现在站在这里的人不是我，是她。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想要成为她，但其实这些都只是我对她拙劣的模仿吧。我永远也成为不了她。 陆月是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。这位呢，就是我陆家的长女，陆月，现在呢已经是学业有成了。我今天在这个场合下隆重的介绍她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我要退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她温柔、善良、体贴，完全符合了我爸对她所有的期待。 我觉得呢，我剪的画一幅比这更好看的。你不觉得我也像一幅画一样吗？不像啊，我觉得你比画里的人更好看，更漂亮。哎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。 直到有一天，如果你想要离开贾跟他在一起，你现在就可以跟我去死！直到有一天，他选择了离开，逃离我们，选择不再做那幅名为陆家大小姐的画像。 姐，能不能回来给我过生日啊？求你了！我会回来的，在我们常去的那个公园见。 小心点，你先放着吧。等久了吧？你怎么才来呀？生日快乐！怎么了？
姐，我都等你好久了，这还没到12点呢。我们把蛋糕拿回家吧，我们回家一起许愿，一起吹蜡烛，好不好？姐姐这次来的匆忙，都没来得及准备礼物。哎呦，不要什么礼物，我就想让你陪我回家。你不会真的要走吧？啊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吧？你就那么喜欢他吗？那好吧，我给你放假，放一个礼拜，你跟他出去玩一个礼拜还不行吗？一个月总行吗？啊，一个月之后你必须得。方宁，有些事情，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。姐姐每年都会陪你过生日，那这次。我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你这说的话什么意思呀？你这到底要走多久啊？所以呢，姐姐今天就好好陪你过这个生日，好不好？不，不过，哎，别这样嘛。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不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方宁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我们小方宁18岁生日快乐。18岁了，你是成年人了。那，姐姐希望你的人生像这盒糖一样。永远都甜甜的。还是你自己用过的。恭喜我们小方宁22岁大学毕业了。那你应该有了第一个男朋友了吧？你要好好珍惜你的初恋。我才不交什么男朋友呢。祝我们小方宁26岁生日快乐。这个时候你应该迎来了人生当中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期。姐姐希望你可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我那么厉害，我25岁那年就能事业高峰了。哦，这么厉害？嗯，可厉害了你。28岁了，你应该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。嗯。我祝你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白头偕老，永远幸福下去。我们小方宁30岁了。30岁了，人生中第三个10年，有宝宝了。哎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善待他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不要，小孩多麻烦。其实姐姐人生中的愿望也很简单。30岁之前，有一个家，一个孩子，还有属于自己的家居品牌。你又知道了？你都说多少回了？哎呀，这些对于你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儿，你肯定能做到的。那我们一起加油。
我们继续了。不要。陆玉，不要走。哎，姐，你别走，你今天晚上就在家住吧，好不好？你要记得，姐姐会一直陪着你，陪着你一起长大。我还没许愿呢，方云，能不能不要这样一直幼稚下去了？陆玉，你给我站住！让开，你让开。姐姐走吧，爸。你让，你们还不追？爸，你让姐姐走吧，爸。你。收到一张明信片，它来自世界各地，落款都是 Infinite。 我不知道是谁寄给我的，他好像一直的在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些痛苦，不要忘记我姐。所以我才会像着了魔一样疯狂地想完成他的夙愿，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他一定做得比我好。冯宁，也许你的姐姐并不希望你成为和他一样的人，你们俩始终并不相同，就像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会选择不一样的家具，每个人的人生也并不一样，无关对错，只是心愿偿还。心愿偿还，
机遇并不会塑造人，而是我们自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选择成为强大的人，方宇很幸运能够在这样的时刻遇到这样强大的姐姐。是啊，所以我不会犯和以前同样的错误。我要让方宇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成为他真正想要成为的人。但是方宁，请你记住，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份强大。我愿意做支撑你的这份力量。林睿，无论是我的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想跟你一起分享。林琴，哎，今天把展会的策划案交给我。好。照片的事不是已经处理好了吗？怎么？钱是给过了，刚才找那个记者，他说。陆总。陆总经理，今天网上曝光一组您弟弟男扮女装在舞台上跳芭蕾舞的照片，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吗？记者问的什么过分问题？挺好的，没什么想法。还有吗？还不太像个女的，还可以再多练练。小陆总，我以为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是想对此事做出澄清或者辟谣呢？这本来就是一出正常的芭蕾舞剧。至于我弟弟为什么会选择芭蕾舞这个职业，我偶尔也会听到别人议论，陆芳宁，你是一个女的，你为什么不早点生孩子？为什么在家不会做家务？为什么要做男人做的事情？我弟弟喜欢芭蕾，现在有机会有幸参演这个芭蕾舞剧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我们姐弟俩在别人看来也算是颠倒了一下，不过我觉得这其实也挺正常的，本来就没有人规定男人该做什么，女人该做什么。干得漂亮，陆总就是陆总。小陆总，看来您还是挺会说的。下次你问我，我还是会说我没什么想说的，因为我希望任何人、任何性别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被议论、被评价，他们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正常。那不知道陆董事长也是同样的想法吗？我看你又意有所指了吧。你一定觉得陆董事长年纪大了，思想僵化了。但是我要告诉所有正在看这个采访的人，陆董事长非常开明，他就像我们陆明集团所有人一样，绝对不会干涉个人的自由，也不会对别人做出的职业选择抱有成见。
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是你故意让那个记者把照片曝光的吧？采访也是你事先安排好的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把事情闹这么大呢？三门，现在一切都公开了，大家都不用再遮遮掩掩的，不是很好吗？而且我看了网上的舆论，反响非常好。我们既不用担心陆明的形象问题，又能免费帮我们宣传作为企业家与时俱进的精神，有什么问题？这样只会让你和大哥的父女关系变得更加恶劣，你懂吗？息事宁人，慢慢化解，不过都是逃避问题的手段罢了。我不想让当年的事情在方宇身上重演。好，那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我告诉过你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解决好一切的。我就是怕我说了你会像现在这样的反应，才没告诉你。我好不容易在林睿的鼓励下做了决定。林睿，你愿意听他的意见而不愿意跟我商量，他根本不知道咱们家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他这样只会加剧你们父女之间的矛盾。三曼，这件事情和林睿无关，是我个人的决定，我希望你尊重我，也尊重我作为公司总经理的一切决策，好吗？都说我们家方宇跳得太好了，所以人家专程从国外来请他，我们才勉强答应的。啊，老陆啊，哎呀，老陆肯定舍不得呀，毕竟那么大一个公司，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们家方宇打理着。不过现在通讯那么发达，我们家方宇又聪明，这跳舞和生意啊，肯定能兼顾得上。哎呀，就是累点嘛。嗯，好啊好啊，到时候一定请你过来看。啊，啊，拜拜。这是我两个小时接的第十二通电话，都是来看我笑话的。让他们看呗，大不了多给他们送些赠票。儿子，我都想好了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就着这由头，你去跟你爸道个歉，把事情全都推到陆芳宁身上。我不去，我死都不去。这都摆明了呀，这新闻啊，照片全都是他爆出来的，这就是陆芳宁的诡计，他以为这样就能把你赶出陆明集团。妈，你是个编剧吗？姐明明是在帮我，你怎么能倒打一耙呢？他帮你，你被他洗脑了。你，我早就跟我姐商量过了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我只有这样做，爸才不会阻止我继续跳舞。你太年轻，太单纯，太容易被骗。陆芳宁现在就是要博取你的信任，好把你赶出陆明。儿子，只有妈才是真正关心你的人。妈，我从十岁就开始想学芭蕾，你是第一个不答应我的人。你每次打我，你每次骂我，你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我之所以一直隐瞒着你们，我不光是因为爸，也是因为你。这一次你就不能站在我这边吗？不能。什么事情妈妈都可以依着你，唯独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。
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做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舞团那边都联系好了？嗯，我一会儿呢有个重要的会要开，就没法送你去机场了。自己在国外照顾好自己，小心一点啊。姐，你突然这样我都有点不太适应。傻小子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嗯。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去吧。嗯。哎呀，快滚。姐，记得来国外看我啊。别瞎玩啊，去那边。喂，陆总，少爷可能要去机场，小陆总也在，要不要拦下来？让他走吧。跟你说，啊，今天上班给我摸鱼啊！现在还要我给你出机票钱，我给你出车钱，我给你出学费，就能好好跟我学，好好跳，听到没有？把你这么多年从我兜里掏出来的钱都不还回来，去吧。知道了。二凡哥，我飞走了，但我记住了，后悔、不甘心。是要比恐惧更糟糕无数倍的折磨。祝你今年熬过我姐的摧残，发布会一切顺利。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最新动态吧。之前我不是享受了一把失恋吗？现在全好了，因为我有了这个，能看到吗？虽然他现在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不能跟我在一起，但是他已经给我发了爱的号码牌了。我现在是他心目中毫无疑问的 No.1。唐平平，来了，来。今天直播先到这里了。至今妄想死皮赖脸、平平无奇的臭唐平，你专业词汇量还挺大的。我好像认识这个录音笔的主人，回头我还给他。思雨，你那个录音笔交给我一下吧。哦，等一下。你要录音笔干嘛？哦，工作需要。好，谢谢。嗯，
陆总，这是我们现场发布会的示意图，这里是入口，放置了显眼的品牌 logo， 还有一些宣传册，中间是主舞台。由于我们整个展厅是无柱的会展，所以我们配合英菲尼特的现代简约风格，搭建了这个大屏幕和三个圆形平台组成的主舞台。我不是说整个会场都要用 Infinite 家具吗？这舞台怎么回事？这个就是一般舞台上面的主持台。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一般用的主持台呢？可是陆总，英菲尼特的新品当中没有这个高度的桌子。没有的话不能找不同系列的产品去拼吗？你们不能拼的话不能找其他部门的人帮你们拼吗？是。确认了出席的嘉宾名单了吗？确认过了，还有两位没有给最终答复。要多长时间？对方说晚上10点之前。为什么会那么久呢？如果他们不来的话，第一排就会空出两个位置。你们不要告诉我随便找两个人坐在第一排让记者拍啊。但是对方今天下班之前不来的话换人。好的。陆总，您看要不要先休息10分钟？休息10分钟。走吧走吧。对姐姐来说有多重要，我大概有那么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好吧，这么多紧张。方宁。你先闭。
李恒夫人。Infinite， 姐姐，这是我对你心愿的偿还，也是我给你的礼物。让我儿子丢这么大脸，自己却在这出风头。不要把家里的情绪带到这里来，记住，今天要安分一点，明白吗？我一老妈子，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啊？有老妈子穿成你这样的吗？你是长辈，有点长辈的样子，微笑。哎，哎，你干嘛去？上厕所。陆总，这是您要的录音笔。嗯，内容已经全恢复了。没事了，辛苦了。嗯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只有为期一年的婚姻，那也是我陆芳明的婚礼。凌睿。啊，凌睿，400万，一年的婚姻，你小子挺会做生意啊！陆英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怎么着，敢做不敢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只有为期一年的婚姻，那也是我陆芳明的婚礼。听清楚了吧？嗯，还有唐平的医生名牌是怎么回事？你让方明为你伤心，为你难过，自己还勾得上别的女人。陆瑶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方明的。陆太太，你干嘛呢？我，喂，信号不太好啊。你说，你们这。陆瑶，你方宁，杨阿姨那边出了点问题。杨姨，她又想搞什么花样？她知道了我们当时结婚的原因，然后就跑了。蔡思雨在会场也没有找到她。她怎么会知道的？是陆逸瑶刚才走。我知道了。掌声祝贺陆明集团旗下最新家居品牌 Infinite 今日正式发布。各位来宾，各位记者，大家想必知道 Infinite 是陆明集团总经理陆芳明小姐亲自打造的一个年轻品牌，依托于陆。请您，玫瑰花瓣的香味。